大家好，我是刘姐。今天我和我朋友又回来看我父母了。回来，我妈一个人在家，我爸不在。我到地里面去看一下，看看在地里面干啥活呢。顺便我提了个篮子，等一下摘一点那个蚕豆，下午做一点蚕豆米饭。你走不动哈。哟，糖糖，爸爸，爸爸，我爸在给点的豆角上面施肥，到下边地去看一下。我们上次点的那个蚕豆，还有那种刀豆。看出来了没有？车多一点点。我爸害怕我摔他，看我来了，赶快走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我刚到地里面来，我爸看见我过来了，怕我又摔他到地里面干活了，赶快提了那个水桶回去了。那就让他先回吧，我到菜园子看一下，看上次种的这些菜都出苗了没有，还有等一下摘一点蚕豆回去，下午就做蚕豆米饭。是种的这个菜都出来了，这好像有兔子，刚出来的苗让兔子吃掉了。我的家乡，你的故乡，大风吹来黄土火，好闪了。这蚕豆太嫩了，所以摘了一顿能够吃了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回去了。今天回来买了一条鱼，现在我到地里面去拔一点大葱，把鱼洗干净，把它先腌起来，等会到两点多的时候再做饭。大葱都长苔刺了，所以都掐了点这叶子。今天回来的时候没有买大葱，所以只能用这叶子了。包炫，
着水，花儿绽放不见你。山还是那山，水还是这水，花儿绽放。这道也太离了。盐起来，倒点料酒，放点盐，胡椒，放点胡椒粉，花椒粉。知道。豆腐烧鱼，蚕豆米饭，锅巴饭，你家凤凤不要饭，那好了，我们现在饭做好了，今天就烧了一个鱼块烧豆腐，还有竹笋炒肉片，两个菜就够了，两个菜炒了四大盘子，我们四个人也吃不了。那好了，我们吃饭去了，这期视频就先到这吧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有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朋友们再见了。爸爸，你们倒鱼吃吗？烧个鱼吃。你把你倒吃啊？嗯，你倒吃啊？我吃吧，姐。爸爸，你吃不吃馒头？